同学们好，欢迎来到 HSK 第3级标准课程。今天和我一起来学习 HSK 第3级第3课。现在和我一起来读一下标题。Let's read the title together. 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There are plenty of drinks on the tabl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热身 warm up。一，给下面的词语选择对应的图片。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 words. You can see 6 pictures and 6 words here. 这里我们能看到6张图片和6个词语。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词语。第一个，饮料。饮料。It means drinks.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图片，没错 ，D， 饮料。好，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第2个词语，花茶。花茶 ，it means flower tea。花茶，所以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是图片 C, Picture C, 花茶。好，第3个，绿茶。绿茶 Green tea。所以我们要选择的是图片 F, 我们能看到绿茶。你喜欢花茶还是绿茶？花茶或者绿茶，我都很喜欢。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词语，水果。水果 fruit。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图片，对，我们选择图片 A, 水果。好，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下面一个词语是衬衫。衬衫 it means shirt。这里我们能看到对应的一幅图片 ，a white shirt， 一件白色的衬衫。注意，我们要使用一个量词 a narrow word， 件，一件衬衫。很好。那么我们选择的是图片 B。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词语，裤子。裤子 pants。 哪张图片中你可以看到 pants 呢？ Which picture can you see pants? 裤子。没错，我们选择的是图片 E。我们说一条裤子，条 narrow word， 一条裤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课文的学习。第一个，在小丽家。At 小 Li's hom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生词 new words。这里有3个生词，请和老师一起读一下。Read up to me。还是，爬山，小心。好，第一个还是 ，it means or。你喜欢红茶还是喜欢绿茶呢 ？Do you like black tea or green tea？ 还是。This is an interrogative sentence. 这呢是一个问句，还是呢用在问句中。好，第二个爬山 ，climb a mountain。你喜欢爬山吗 ？Do you like climbing mountain？ 是的，我很喜欢爬山。I like climbing mountain. 爬山的时候，我们希望有好天气，这样我们出行就会很顺利。爬山的时候，我们希望天气是非常晴朗的。好，第3，小心 ，careful。爬山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小心点儿，很小心，不小心，小心车。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天的课文。小刚和小丽。首先，老师要问你几个问题。I want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第一个问题 ，Question 1. What is 小明 going to do tomorrow? 小明明天要去做什么呢？好，第二个问题 ，Question 2.Is 小丽 going with 小刚 tomorrow? 小丽会和小刚一起去吗？让我们来读一下这篇课文，找一下答案吧。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这里出现了还是。阴天。电视上说多云，怎么了？有事？没事，我们明天要去爬山。爬山的时候要小心点儿。好，你也去吗？我不去。我有事。好，看完了这篇对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篇课文中出现了一个语法点 a language point in this test。 还是，晴天还是阴天？好，我们看一下还是的用法。还是 is used in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你要喝咖啡还是茶？好，我们进行一个比较。A 还是 当我们说 A 还是 B的时候，我们要用还是 interrogative sentence。今天晚上吃米饭还是面条？还是你喜欢白色还是喜欢黑色？好，这些呢都是问句。如果是一个陈述句 ，If it is a declarative sentence, we will use another word. 或者，如果呢是在陈述句中，我们会用到的是另外一个词语，或者 A， 或者 B。好，像刚才的句子中，我们问你要喝咖啡还是喝茶？我们可以回答咖啡或者茶都可以。这里就是一个陈述句。好，如果我们出现了句子中含有疑问形式的小句 ，For sentences with an interrogative clause, only 还是 can be used in the clause. For example, 周太太40岁还是50岁？我们不知道。她的年龄是一个谜。需要我们去猜测。We will guess how old is Mrs. Zhou. Is she 40 years old or 50 years old? We are not sure. 所以在这样的句子中，我们依然用的是还是这个词。好。看完了这些语法点，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第二篇课文，在商场 in a mall。 这里有一些生词 new words， 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些生词：条、裤子、记得、衬衫、圆。第一个条 ，it's a mirror word， 这是一个量词。当我们说一条鱼 ，a fish， 我们要用条。一条裤子，一条领带。好，这里用到了条。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词语裤子 ，it means pants。 你已经有2条这样的裤子了，2条裤子。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条和裤子来进行搭配。Mirror word plus 裤子条。第三个记得，记得，你还记得他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吗？记得。接下来衬衫，衬衫 shirt， 一件衬衫。最后一个元，元 unit of money， 上面写着320元。好，看完了这些生词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篇对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周太太和周明他们去了哪里？买了什么？你觉得这条裤子怎么样？我记得你已经有2条这样的裤子了。那我们再看看别的。这件衬衫怎么样？还不错。多少钱？这上面写着320元。买一件。好，周太太和周先生，他们最后买了什么呢？对，他们买了一件衬衫。那这件衬衫是多少钱呢？对，320元。他们有没有买裤子呢？这里说已经有2条裤子了，所以他们没有买裤子。好，在这篇课文中，我们还会学到一些语法点 （language point）。In this test，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汉语中表达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 ？There's something somewhere。我们要用这样的结构 ：location verb plus verb plus 这。Location word plus verb plus 这 plus number plus mirror word plus noun。 我们这里需要有表示动作的词动词，比如放、写、坐、住这样的动词加这。那么我们还需要有表示地点的一些词语，地点的词语，比如说桌子、桌子上、楼上、上面、下面、学校旁，这些都是表示地点的词，再加上动词 verb plus 这 plus mirror word plus noun。 桌子上放着一杯咖啡。我家楼上住着一个老师。墙上写着“欢迎你来”。好，那么这些句子都用到了这个结构，表示某个地方有某个事物。我们要注意，这里需要的是不确定的事物。有一本书或几个人。桌子上有一本书。我们不说桌子上有放着这本书，我们不说桌子上放着这本书，而是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型的否定形式是 location word plus 没 plus verb plus 这，也就是在刚才的陈述句的部分再多出来一个没 verb， 前面多出来没 plus verb。 注意一下，我们在这里不再需要量词 without a mirror word， 我们的名词前不需要量词。桌子上没放着书，我们不再说桌子上没放着一本书，我们要把一本去掉。好，看完了这篇的语法点，接下来我们看下一篇。这篇课文的主题是在水果店 ，In a fruit shop. The title is In a fruit shop. In a fruit store. 在水果店。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生词 new words， 新鲜、甜、纸。我们来看第一个，新鲜 ，it means fresh。It means fresh。我们说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花朵。新鲜的牛奶。好，第二个，甜。It means sweet. 西瓜不甜，不要钱。好，他露出甜甜的笑，甜甜的。纸。只有、只是、只要、只吃水果不吃饭。不止，它不止是100斤，因为它看起来很强壮。纸。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对话。周太太和周先生，他们又去了水果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们买到了哪些水果呢？这些水果真新鲜。我们买西瓜还是苹果？还是 language point we have just learned 还是 A 还是 B in interrogative sentence 在问句中我们用还是。西瓜吧，你看这上面写着西瓜不甜不要钱。这呢是一些商店的一些广告语 advertisement， 为了吸引顾客买很多的水果或者买很多的物品打出的广告。 If the watermelon is not sweet, you can pay nothing for this. It will be for free. It will be for free. For free. 不要钱。那我们买一个大点的吧。再买几个苹果。好啊，今天晚上只吃水果，不吃饭。现在有很多人只吃水果或者沙拉不吃饭，他们为了减肥。好，那我们看一下这篇课文中的语法点 language point in this test. 会 indicating the possibility 表示的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件事呢并没有发生。 Something that hasn't happened For example, 你穿的那么少，会感冒的。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喝热茶会让你感觉舒服。这些动作会感冒，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只是一种可能性。So 会 is used in sentence to indicate the possibility， 只是一种可能性。好，语法点我们学习完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篇课文，在休息室。首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生词，这里有放， it means to put or to place， 请把书放在这里，放下，放开，放飞，放飞，放飞，我们常说放飞梦想，放飞，放风筝。好，这个是放字。放风筝 it means fly a kite。 接下来我们看饮料 drink， 你喜欢饮料还是茶呢？饮料。好，接下来我们看或者，饮料或者咖啡都可以，或者我们用在陈述句中 in declarative sentences。 舒服 comfortable， 天冷的时候喝杯热茶会让你感觉舒服，会让你感觉舒服，我们刚才学习了会 plus verb，It means something still not happen， 没有发生的事情 but it is possibility， 但是可能会发生。好，第16个词，花 flower， 花茶，鲜花，花朵，开花。最后一个词语，绿 it means green， 绿色。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后一篇课文，小丽和小刚他们在谈论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课的标题，你有没有发现呢？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放着，放 is a verb plus 着 plus noun， 很多饮料。桌子上 this is location verb， 这呢是一个表示地点的词语。 OK， location word plus verb plus 着 plus number plus noun， 这是我们刚才学的 language point 语法点。好，我们继续来看，你喝什么？茶或者咖啡都可以，这里我们用或者。你呢？你喝什么？我喝茶，茶是我的最爱，最爱。My favorite drink is tea. 最爱 favorite。天冷了或者工作累了的时候，喝杯热茶会很舒服。舒服 comfortable。你喜欢喝什么茶？花茶、绿茶、红茶，我都喜欢。好，这篇课文我们已经学习完了。那么我们今天汉语的学习就到这里了，感谢同学们的观看。Thank you for watching.